会有一个特别嘉宾，我有请惠英红老师。惠英红老师，她是香港金像奖第一届的最佳女主角得主。我干嘛？每次来就是这样来笑我吗？呀！然后有我的好朋友黄圣依小姐、王茂雷老师，跟大家一起学习。跪着，文官，站队。圣旨上，这是一出喜剧。今天我们公布了三个人物，都做好备战的准备。什么样子你啊？对我就是个屁。来哭个什么呀？我没有觉得我做错了呀，为什么要骂我？我就是你的狗。当初我红的时候，你们求我，你们求我。您的这个问题很大。很开吧，很开吧，真的开不下去。演得好灾难，那我绝对不赞成。我了解，我特别了解。这个是什么？于老师，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